是，我是小宋，现在时间点是2017年元月15号晚上的8点半左右，是右上方写20点22分，元月15号礼拜日，2017年，是，我们要看这篇文章，OK，可以的话，我解决之后基本上把它隐藏了，虽然这个没有开放，这重播的位置没有开放给现在这个时下的，是脸书读者，就是。去年底的时候，11月8号吧，是你们看到23点41分，2016年是吧？是图还蛮漂亮的，是 是往上抓了，我看一看 OK 吗？是有关于环保的问题跟地球的何去何从，我们来看看，是牢骚吗？哦，也许是。是 OK。安因此文是因在书友处关及环保议题而发生，是，OK，是，基本上我就不念了，到后半段我会有音乐相伴跟您。是，下面才是按了心得了，上面只是哦，你说逢场也可以呀、啊，逢场应对，当时什么时空点之下的什么样的念头，都是及时回应了、啊。安觉得本身觉得你在脸书上有所跟脸书的，是书友互动，但是仅凭一时的感觉，谁有那功夫仔细深思熟虑呢？有，当然也有，少之又少。安已经算是非常慎重的了，来看看安的心得在下面是。来，我们来看下面的图。
安详问一句，请问伊甸园外还另外有伊甸园吗？你离开了地球，你认为还有机会吗？等待在你前端的是什么？是希望吗？还是绝望？是，这段告结束。